来不及了，广场合唱我去晚了不合适啊，我走了，老公。公公公，你直接喊我太监得了呗。我告诉你不能去就是不能去，那我要非去不可呢？你要敢迈出咱家门槛半步，咋的？我就跪下求求你。哎，老婆，这不去不行吗？不行，老公，全运会呀，在咱们辽宁省召开，我们作为广场的合唱团，我节目是第三个，而且是领唱，去晚了真不合适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节目被拿下来呀，你心里不舒服。可是我老公是谁呀？啊，那度量多大呀？这点小事啊，你一定会舍小家顾大局的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我，我是一个小心眼的男人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关键是我想知道理由，为什么把我拿下来？你最好是不知道。我最好是知道。那我说了，你别生气。哎，我不生气，你说。这个我们导演说呀，你老公啊唱的是真棒，你看看，长得太磕碜。我长得磕碜吗？我长得磕碜？孩子都说你磕碜。你呀，你就别不服了。我们导演说了，说呀，你老公那长相呢，相当于雾霾天气，三度污染。他要是往那合唱团里一站呀、啊，其他人都得戴口罩，没法唱了。再一个，如果那运动员姚明来了，是站着跟他说话合适呢，还是蹲着跟他说话合适呢？我觉得他趴着跟我说话比较合适。对，趴着就一边高了。不对，我觉得不是导演不要我了啊，是你嫌弃我。你干啥呀，老公？我告诉你，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别当真事儿。我要是真嫌弃你了，当初我爸妈那么反对，我还能跟你过这么长时间呀？别提你爸妈，一提你爸妈我这心里难受。当初咱俩搞对象的时候，你爸见我第一面就给我起了个外号、啊、叫我土豆子。你妈也跟着凑热闹，接着送我一个外号叫我茄蛋子。就你送给我的外号还比较好听，小尖椒，小尖椒。后来我考虑来考虑去，我一合计，茄子、土豆、尖椒都有了，这不是一道菜吗？啥？地三鲜吗？地三鲜就地三鲜吧。啊、哦，我这辈子就没吃够地三鲜呢。真没吃够地三鲜？没有。那万一来一盘海鲜呢？啥海鲜呢？比如说大龙虾。开门去。谁呀、啊、大龙虾。我了个去，虾爬子。大军快进来。老公，他就是大军，顶替你那个大军，这是我老公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就你顶的我呀、啊、电线杆子一根儿。了不起。大军别跟他一样了，请坐。做啥呀，咱俩第三个节目来不及了，赶紧走吧。那可不是吗，老公，10点钟开始审查，我俩不走来不及了，快走快走快走。走，站着站着站着，不着急，5分钟之后让你们走。为啥5分钟啊？为啥呀，你不用问了，就过来，不许说话啊，听没、我说虾爬子，不是老虾呀。大军，虾大军呐。哎，我问问你，你觉得你唱的行吗？不是，大哥，我唱的不行。不行，你干嘛替我？这导演非说我行啊。马上给导演打电话，就说你不行，然后推荐让我上。哎，你咋逗你？他这人就爱开玩笑。老公，人导演真说他唱的好。是吗？嗯。你过来，我不管导演啊，我问你。你觉得他唱的好啊，还是人比较好啊？唱的好，人更。你咋那么歪呢？我歪？嗯。哎哎，我歪吗？我歪吗？大哥，你不歪，你长得挺直。你看，我不歪，我是这么考虑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表演的没我好，唱的也没我好，那对全运会是不负责任的。老公，对我们辽宁人民不负责任，对全国人民不负责任，我这么想我歪吗？我
老公，我告诉你吧，导演真说他唱得好，而且他个儿高啊，说我们俩这个往合唱团里一站特整齐。是啊，我往你旁边一站也特整齐，抖瑞咪。我看像搜拉西。不管搜拉西还是抖瑞咪，你个儿高没有用，你必须你唱的得比我好吧，对不对？那要不然这样，我俩给你唱一段，你认为行我俩就上，你认为不行我俩不去了。你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，咱俩给他来一遍，来好吧、啊、来预备开始。沈阳欢迎你，用音乐感动你。停雨、啊、这好使哎，你俩唱的啥玩意儿？沈阳欢迎你。对呀、啊、这不是奥运会的歌吗？对呀、啊、改词了。哦，就把北京俩字改成沈阳就完了啊、哦、一点点我们辽宁特色没有。哎、啊、这也是啊。那想改成辽宁特色怎么改呀？你问我呀？啊，你问他呀，导演不说他行吗？对，你改下巴子。大哥我不会改，要不您帮我改的呗。知道没文化多可怕了吧？我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帮你改，但是你必须得求我。行，大哥，就算我求您了。求我叫哥不行，叫爹可以。叫爹？闹啥呀？我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再说我管你叫爹你敢答应吗？哎，不管我敢答应，我想有很多人都愿意答应，是吧？哎，过年了，互动一下，叫不叫？叫什么叫？叫叫不叫？叫叫不叫？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啊！叫不叫？叫！爹！哎呀，你小子行，今天在辽宁你爹丰收了。行了，你真叫啊你！那我不叫他也不帮我呀。你叫他也不会帮你。就是，关键我也不会。你看看他玩你呢，他这人就爱开玩笑。老公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俩走了啊。啊，你站着，不着急。还有30秒，你为啥不让我走啊？还等什么30秒啊？还有15秒，你再不让我走，我真生气了。5、4、3、2，走，一，站住。老婆，还记得20年的今天吗？20年的今天，北京全运会。还有呢？还有咱们俩去看全运会，结果没看成啊。为什么没看成啊？瞎折腾啊，孩子早产，在北京就把儿子给生下来了。几点生的？上午10点。现在几点？10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今天是儿子生日。老婆，知道我为啥不让你走了吧？知道了，我马上给儿子打电话啊。哎呀，打啥电话呀，儿子给你送惊喜来了，请看大屏幕。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儿的生日，娘的苦日。妈，谢谢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感谢您这么多年为我的付出，您辛苦了。这孩子都是祝福你这词儿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是儿子他爸太懂事了吧？是吗？嗯，谢谢老公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早告诉你就没有意义了，关键是儿子不让说，说必须到准时准点向你播放。儿子太懂事了。哎哎，你抱我别喊儿子，这不合适啊。大哥啊，我们要不走真来不及了。老公怎么办呀？放心，肯定来得及，我决定了，我开车。